还在毒坊，我们巡捕房的兄弟已经赶过去了。看清楚，谁杀了七爷吧？那当然是情况混乱，反正是红三教这帮人。我没看错的话，杀死人的人好像是十三代保仇，猛虎豹的秦虎。不管是谁，我的腰刀是被风化了。你是废物，让你们去杀一个人！ 谁让你们跟八股党火并的啊？谁让你们跟八股党火并的？谁让你们干的？大帅，我们奉命追查秦虎，可是追到运营毒坊，谁知道八股党的人在里头？他们看见我们就砍。出于无奈，兄弟们只能动手啊。可是史庄里现在被砍死了。谁让你们这么干的？谁干的？谁干的？当时那成一团，我冲进去的时候，好像是。 刚刚韦雷，有人看到吗？没有，按照货老板吩咐，出入都是后门。那就好。这样，你们先处理伤口，搞搞清爽，换身干净衣服，都是自家兄弟嘛。死了人的，每个人20块大洋安家费；受了伤的，每人10块大洋医药费。然后分头从汉路、水路。 回杭州避避风头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回来。是。三弟，有主意了？大哥、二哥，别忘了。 我们派出去追杀秦虎的几个兄弟，都是二哥从杭州老家新调来的，本来就要嫁祸给大八股党。又有谁晓得是我们永兴的兄弟啊？八股党谁不认沈双灵啊？这出戏我看是唱不下去了。说我们永兴公司杀的沈双灵，证据有吧？老三。 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我们索性抵赖，跟我们完全无关，对吧？赖是赖不掉的，无论怎么讲，这桩事体都是在我们地界、我们毒坊出的。沈青山这个人啊，不找个人给他抵命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来，你说说，这件事到底怎么办？首先，现在死的是八股党的史双灵，他是沈青山的左膀右臂，他急我们不能急。 如果我们贸然出手，不仅胜负难料，而且坐实了史双灵的死，跟我们有关，在舆论上我们就失了先机。大八股党是一定要灭的，但绝不是现在这个时机。三弟的意思是，把红三推出去，让他给史双灵偿命。哎。 这个主意好啊！不可，怎么又不行了？现在这桩事情的状况。